这个是当时的操场，就是我们的升旗台，对，当时是升旗台。它原本这棵树应该是它的一个旗杆呐。这里是日据时期泰雅族万大社族人曾居住的地方，清楚的旧遗址痕迹唤起族人历史记忆。要再盖回来的话，那个会让我们想到小时候那个情景。我觉得不是说我们去过就好，而是我们去过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？重新建构部落历史，日据时期建万大水库。万大社族人被迫迁离家乡，耆老述说当时心情。万大社部落故事，请锁定10月29日晚间9点，圆观点部落进行式。